谁来啊？我已经创角了哈。那这游戏我直接讲装备比较快，好吗？那我创的是弓箭手，我发现它里面蛮美的。我这可能会讲 NPC 吧，因为我觉得这游戏我可能会直接讲重点啊。所以我真的火了，我跟你讲。这个 NPC 的名称怎么这么难啊？那个是什么字啊？这么一些攻略，这个就比较漂亮了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讲 NPC 啊。算了算了，我是先来攻略。我还是先来讲。讲我自己的装备。可是我想讲 NPC， 我觉得 NPC 很漂亮，就先讲 NPC 吧。先讲 NPC 好了。先玩的到底要先讲 NPC 还是怎样？都可以啊，反正我比较在乎过程。那接完。勉强助手。拜。